对不起，我是撞到你眼睛了，要不问一下上有没有医生？真对不起，我还担心出什么问题了。哎，帅吧？你有鬼谈吉他吗？你们都是出来干嘛的？什么旅游？这叫旅行。你呢？我啊，流浪、诗，还有远方。衣服还是动漫周边的人，说谁中二、啊？个子还没我高呢。哦，这么巧，我也是15岁。16岁还不跟我看同一个漫画？我叫易烊千玺，你叫什么？我打劫，你有钱吗？16岁了，我去他们的钱包。哦，那个海子说请我们吃饭啊？是吗？我超喜欢吃炸鸡的。走啊，朋友，你帮我放下歌吧，手机比较油，你帮我充掉吧。看那边，大海啊，我的故乡。喂，我们比赛跑步吧，开车最快。青春万岁！我们接下来去哪儿啊？天都快黑了。哎，世界森林就在这附近吧？那萤火虫应该挺有名的，最近还上了热门微博。要不我们去看一下吧？反正网上照片挺好看的，你去看一下吧。什么就去？必须得去。走吧。好。封路了。可能封路啊，我们刚来的时候都没有。那我们回去吧。不是你说的萤火虫就是发光的蜜蜂吗？